孩子的哭闹，生活所有琐碎的事情，你是否也开始感到厌倦？最新的宝宝神器来啦，由韩国进口的 YeliMat 婴儿早教点读高端爬行垫，不但能让宝宝们自行学习加玩乐，重点是妈妈不用烦恼又要帮孩子收玩具了。YeliMat 还包含了六大语言：英文、韩文、中文、日文、西班牙文及马来文。超丰富的学习内容，宛如把整个幼儿园的教学内容都加在里面了。有些更是小学程度的知识。有三只小鸡，这是粉红色，这是蓝色。使用这只小黄鸭设计的智能点读笔，触碰学习垫就能发出声音，非常方便。中国的首都是北京。이번에가라타이렌예라뱅고柔软的材质让孩子可以放心在上面翻滚跳跑都没问题。安全的高密度 PVC 通过20000次的耐磨测试，无边缘处理，无需担心孩童会被划伤，抗菌指数高达99.9%。此外 YeliMat 材质更是防水防污，不用担心孩子们弄脏。有了 YeliMat 宝宝神器，让你的家庭生活更美满。